今年猴哥就干这个活，这是一条壁虎，离猴家45公里。看，就修下面这两只大树，看没有？看它倒了砸这树。哇，这树够高的，还比较艰难的一个挑战。哎，艰难艰难，没办法。哎呀，今天我们又到一套壁谷来了，地下还有残雪，但今天所幸的是温度适中，今天好像是5-6度。现在卸梯子。今天侯董事长属于纯正的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伟大的侯氏公司的总管家，后台总老板，现在莅临伟大的祖国了。我们早上已经干了一份活了，今天董事长重操旧业了，又是最后的一个活，卸梯子喽，准备开始干活喽。永远闲不住的侯董事长，哎，在一套壁谷这小区里头，没想到最后几个活，今天这个活应该算是还挺危险的。猴哥现在在上头，这棵树很高，要把这几个粗枝全部都修掉，关键它都是枯枝。现在在这个位置小心翼翼的，还是比较危险，不说提心吊胆吧，但是也是比较危险的，战战兢兢。再见，我们今天一切顺利，下个水墨画。上头开始晃悠了，有点小危险，你干活注意点儿。看看有多高，梯子我们撑到最长还没够着。新鲜的小蜜蜂，北美园丁猴哥，这活还真着实有点危险。看这高度，猴子称霸王，枯藤老树昏鸦，又开始砍瓜切菜了。今天何副董事长家里有事，所以没有来，就我们老哥俩干。在一个一套壁谷的一个小区里的一个豪宅，这是前院，我们要把这棵枯树多余的树枝给它锯掉。董事长现在在上头亲力亲为，这是锯下来的树枝，还有不辞勤劳，兢兢业业。猴哥，看出来了，今年猴哥也有点紧张，但是干这种活必须小心翼翼，万无一失。我下了一个大庄子，锯下来的这些树枝树桩看着挺小，这是刚才掉下来的树桩，很沉，估计地下砸的坑，所以操作起来还是有点小困难。胆大心细，在这儿董事长侯董事长换锯吗？我董事长要下来了，估计要半截要去，关键是没有支点，是干巴着是，看那个腿就得在这儿戳着。
一般人走不到。猴子哥该下来了，现在我得把这梯子，那绳子注意点啊，都套着呢，比较高啊。晴天，万里无云，我们的车也装完了，回去就剩一件体力不动脑子的活了，就是卸车，准备打道回府。猴哥挣钱的家伙，好了，就涨回来了哈。对，他这树养的。今天工作圆满完成，把多余的树枝全部都弄完了，地下我们也清干净。没事了，对。看这个树，很高，干的人还挺危险的。50多年了，你看这棵树的多高，这都拍不下来呢。猴哥刚才就爬到顶上去了，现在树顶上那个枯枝已经迅速、艰难的给锯完了，现在就剩后头这一只。这只也挺长，哎，嘎嘣利罗脆，扛木头的活猴哥已经干完了，现在侯董事长开始干绣花针的活了。对他来讲啊，过几天我正哥就回国了，今天让我又找来帮我干一些活，是累不累得跟我干。他老说老郑老跟他顶嘴，我跟他说了，再不顶嘴就没机会了。哎，我正哥可好，我跟我干活这么冷，我们俩上这一条壁虎。离猴家40多公里，对，背景还有雪呢，看见没有？今天挺冷的，零上。对，今天零上。哎，好日子。我们在豪宅这儿，别人喝着茶、喝着咖啡的时候，我们辛勤的在搬砖，董事长辛勤的搬砖，上头的活干完喽。今天拿下，好像今天董事长最后的那个活已经干完了。明天得干活，明天一干活就干活了。终于定金得给人干。我说你今天银两的事儿已经解决了吧？我看你后屁都已经鼓了，又开始拍，他乐的不是天真。当，哎呀，有银两就高兴啊！侯领导在跟屋主调侃着呢，人家屋主要请他夏天来收拾后花园，休闲时光。享受阳光，今天的工作应该圆满完成，回家看世界杯。